啊，这个土地，这个虚空，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凡是因缘和合的，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所以就没有我在快乐，我在痛苦。这个叫观照般若。由这个观照般若而进入呢，念下来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就是你看到真相了。哦，原来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那个树。所以现在你的先生，我做一个最难听的，你的儿子死了。你的先生有外遇了，你很苦，因为你觉得我的儿子，你觉得有一个我跟我的儿子真实存在，而且他是死了。事实上，生等于死，死等于生。各位不要生日快乐，好不好？死日快乐比较重要了。生是苦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体证到这个，那你叫生死自在。完了，生等于死，了解吗？人等于树，万法平等。男人等于女人，你等于我。称赞等于被骂，这个事实上它只是一个相，一个暂时存在的感受，一个形，一个业的相。那你对它有一个感受，这个感受就像一个，我记得我刚出家有一位年轻的小姐，她算有善根，她妈妈天天拜地藏经，求她学佛。后来她是在金门认识的一个军官啊，两个感情非常好，论及婚嫁。后来那个军官有一次被车撞死了，啊，这个女生就哭啊，就打电话回来，她妈妈就问我，然后现在军官要火化了，因为那个军人的习惯，在那边死，在那边火化，拿骨灰回来，然后她就在那边处理。那问我怎么办，送地藏经啊，如何，然后呢，她就很正念，然后骨灰拿到台湾，他们男方也不错，知道他们两个论及婚嫁了。就让他去，经常去他家帮他送地藏经，啊，所以地藏经念一念，哎，居然被车撞死的这个军官，他那个骨灰火化的时候，骨头还有一点色粒化，有颜色，他就很高兴啊，他在问我，我说这个代表他应该去快乐的地方了啊，那你就放心吧。后来他就成为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到现在没结婚，但是也没出家。我也叫他出家，但是我觉得，哎呀，菩萨慈悲，这个军官本来就要死，但是因为他妈妈念地藏经这样回向，所以创造这个因缘，了解吧？让这个女儿才会这样有机会愿意念地藏经，因为她最爱的人，而且产生舍利花，而且她就有信心了。所以各位你就不用着急。那当然，这个女生现在她英文很好，有时候还帮我翻译一些东西，长得漂漂亮亮。啊，只是我给他讲说，你哪一天想通了啊，我帮你找地方去出家啊。啊，反正也他妈妈说他出家最好了，他很认真，很优秀了。啊，那是个人因缘。好，我们现在来做个烟供仪轨，好不好？各位有本子吗？都没有吧？85页。还是有水米吗？也没有。这样好了，先念24页，我们念甘露施食，因为这里面有招请。招请，那我想佛教呢不离开，念一下：上供三宝，下施众生。所以我们第一次，各位有人跟我一样，第一次来佛顶禅寺，那我们就很虔诚的供养佛顶禅寺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包括感恩这边的土地神、山神、树神，请翻到第4页。那各位不用念也没关系，用观想了就好啊、观想是用心修行，用心呢，外在的一切是帮助你的，世上有福报，但是心的力量更大。所以各位就跟我念就好了，好不好？因为有些没本子，有些有本子。我念供香，各位学习，你就闻到看到很多最好的香，好不好？这样练习啊，禅修就要让你的思维能够还有本子，能够想到什么就变成什么。哎，那点一个给我，有吗？所以我们现在点一点香。啊，你也可以点插的香，好的卧香。那我那个是香粉啊，因为我用香粉，我就可以等一下还要加一点药啊，加一点黄精啊，让它更有味道。因为我喜欢闻这个，你要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啊，因为方便就好。但是是这种荒郊野外啊，这个闻到好的香很舒服的啊。这个还算大盘的，这个叫中盘的了。我用的更小啊。然后呢，也这样供养。你看，有灯，有花，有水，用一个漂亮的盘子为他们上供，然后再为他们下施，就叫上供下施。所以我念供香，那各位念什么来？嗡啊吽这三个字啊，安呀吽，也叫嗡啊吽啊。不管你供什么，你一定要念这三个字。你拿一盆花上来，嗡啊吽。各位一进来看到好漂亮的兰花，你马上合掌，嗡啊吽。就是你供养随喜比真实供养，对不对？还大，一用心供养。你不是去观想这个花的美，是把这个美跟花的香供养诸佛菩萨。观音代表一切诸佛菩萨的心啊，所以观音菩萨是11面观音，千手千眼，他就具足一切。千手千眼代表什么？六根手，六尘，1000只手。融入在六道里面，念一下：地狱道、恶鬼道、动物道、人类、阿修罗、天道，都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1000只手代表什么呢？千手千眼代表，念一下：1000尊佛的力量，叫贤劫千佛的力量，在慈悲的观音身上。再来1000个转轮圣王啊！你没有这个世间转轮圣王的力量，你要去慈悲也很难啊。所以意思说，你又做皇帝，然后呢又有佛陀的力量，那你就可以所向的推动佛教了。释迦牟尼佛具足这两个力量，转轮圣王的力量来出家成为佛陀，所以他叫福慧圆满。不然的话，有时候有心无力啊，推不动佛教啊。所以千手千眼就代表1000个转轮圣王的福报力量，再加上1000尊佛的慈悲智慧，所以观音菩萨所向无敌，利益众生啊！所以我今天有带一些千手观音跟很多义工结缘啊，还剩下一点，不过人那么多不够分呢，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啊，我本来想今天他们说师父大概一部车20-30个 ，OK。啊，大家一看不够分了，等一下我们出家人一人切1只手给你好了。好，来跟着念，来共享，第二个来供花，记住不要光念嗡啊吽，要观想哇，诸佛菩萨啊，闻到最香的，看到最漂亮的花，高不高兴？高兴啊！再来这边有点个灯哦，来供灯，再来，各位有没有一瓶水啊？啊，义工菩萨编发好了，如果有的话，就是要供甘露水，乃至供檀香油啊，这样观想也可以。来供涂油，你要观想，如果你有本子了，上面我都会画图，有没有？第5个来供水果，他们现在发水给各位啦。再来供茶，刚刚我们法师泡了一杯茶，我们巴力仁波切看到，茶给我，啊，好茶，所以上师喜欢喝茶嘞。啊，再来供食物，再来供宝物。等一下，有戴戒指的麻烦拔出来一下，拔不出来了是吧？你要把我的黄金珠宝都拿来供养，来供宝物，来把念珠拿出来，大家都有了啊，来。供念珠，再来供袈裟，好，希望各位背啊，念一下来，再背一次：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一，供啊吼，供养三宝，供养护法善神，所有功德回向六道众生，回向父母祖先、冤亲债主。好，那我们要念不空摩尼供养咒，观想上供下施，十法界众生都得到快乐啊！特别是三途苦众生得到超度。来，嗡阿摩嘎布达玛那班美班达拉达那格达婆罗格帝萨曼达萨沙拉吽嗡阿摩嘎布达玛那班美班达拉达那格达婆罗格帝萨曼达萨沙拉吽嗡阿摩嘎布达玛那班美班达拉达那格达婆罗格帝萨曼达。萨沙拉吽，年轻人可以把咒背起来，还可以增加你的专注力。一般人背不起来的，你就背香花灯土果啊，茶食宝珠衣，嗡啊吽。每次看到佛像都要合掌，合掌代表十供养啊。所以念一下：守五戒，修十善业，实践普贤十大愿望。圆满十波罗蜜，啊，这一合掌就代表很多佛法啊。右手代表佛，左手代表众生，要把佛的圆满功德帮助受苦的众生，这个叫合起来，悲智合一啊。所以佛、心、众生合起来，三无差别啊。所以念一下：菩提心、空性、大悲心合为一体，这就是合掌。啊，用这个空性、菩提心、大悲心来上供下施，学佛不离开这三个。念一下：信仰、智慧、慈悲。要把信仰变成什么？念一下：菩提信愿。要不要成佛？要相信我们都有佛性，要以成就菩提为我们的愿力。而且这个信呢，是信我跟众生都有佛性，所以我们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虽然有佛性，你还是要累积资粮的，啊，要这个菩提信愿，这个叫信仰。智慧呢，念一下圣解空性。那各位要殊胜的去了解万法的本质，你才不会执着爱情。你现在很执着外表，那你要去分析；你现在很执着这一段感情。你要去分析它，啊，所谓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冷静观察分析，它都是种种因缘和合而存在的，所以它会变化的，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请问电影再好看，里面是真的还假的？对呀，啊，太太再美是真的还假的？老公帅是真的还假的？儿子真的还假的？下课，没事了，没事了。但是问题，你是嘴巴讲啊，他变了你就哭得半死，因为你没有进入甚深的知见，你只是说我知道是假的，假的，气死人了，那你就心里放不下。所以圣解空性，你要有定的戒定慧，你要去思维。就像我师父逼我思维，了解吗？我是被打出来的人，我很谢谢我那一位师父，他不打我，我这个骄傲心还是在啊。我现在变成有动力，没骄傲心了。打，一直打，用打，啪啪啊，然后叫你去思维，思维到打破，你要彻底的放下。我那时候是修为无常放下而已，因为我没有这样就，所以你要去，如果以有所得的心去研究佛法，你看不到真理。念一下：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无智亦无得。各位这一定要记住啊！啊，到底你在追求什么？啊，你如果有所得，我一定要超度我妈妈，现世妈妈、七世妈妈，是以这个妈妈来代表所有妈妈、所有众生。你要发这个心。地藏王菩萨是以他妈妈的缘而发起了对众生的愿，而不是执着在他妈妈身上。所以这一点，那你要做这些圣解空性。所以各位要分析桌子啊，这个桌子不过是这些树木砍下来哦，它叫树木，它不叫桌子，对不对？然后树木其实它是泥土，你要养成这个习惯，但是你要再养成这个习惯，你不好